十岁。哎，都高了，你看，比我都高。啊，是。十岁了，高了。十四岁，可以。都有点事业。就是你要长进，你不长进，你那么多人关心你，你都不长进的话，就你看，你就那么想娃儿，你那没文化的出去的话，咋了？哦，你看现在我们没得文化的出去淘汰了。你买点衣服，然后你不是身体不好嘛，有时候买点药来吃。他们就不过节嘛，特别过来看一下你们。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娃娃，对不对？哎，喊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走了。我们就走了，然后后面再过来再看，没有，没事的。没有哎呀，反正是。好好学习，真的好好学习啊！后面我再过来再看你们，真的一定好好学习啊！小曼，快点走了，小曼。妈妈，快点走了。走哪里？走这里。走这里干嘛？看姐姐。我们来看姐姐。来，不用，来，你就坐，好，喊姐姐妹妹，啊，肯定喊姐姐嘛，喊姐姐，喊姐姐。我五岁，你五岁啊？你们两个都在上幼儿园？我想，我抱我来，啊，我来抱你，我来给你。你先看了哈，看妈妈就到了。啥子？看姐姐在干啥子？姐姐在练功。哎呀！老大，看到了吗？姐姐给你的。哎，老大。哦，对了，老大在。你们两个一起玩吧。谢谢。哦，好乖，这妹妹好乖哦。这个很乖噶，那个小妹妹。好乖，听我的。谢谢。好。来，姐姐跟姐姐一起玩嘛。你要喊姐姐来玩。干嘛？哦，我们经理不晓得，我们刚刚回的时候还在那边买过菜子啊那些。在他们这儿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他们家。啊。跟那个小妹子买点儿零食啊，哦哦。哦。哎，我们哎。拿着，没事的。没事，小妹子，她是性格好活泼，可以到我们家里面去耍一下，可以。啊。这个要得哈，我们。啊，去了去了哈。没事。没有。拿着嘛。怎么派我一个人？两个。对了，两个，停到点，奶奶手，奶奶停到，奶奶手，奶奶手，奶奶手。我家也有，我老家也有照相机哦。帅，看他们腿。不在想。好，少帅了。走了，我们走了，哥哥，跟姐姐拜拜吧。姐姐，你也走吧。哎，全都接接到那边去。拜拜吧。嗯。舍不得姐姐，等下那个下次让姐姐给到我们家里来玩，好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快点全接接走喽！哎呀。下次。来了的你呀。我要坐着噻，起来，走。耶，小马这样不对哦。走。来，叔叔来，给你买点那个牛奶，放到里头嘛，放到里，里有的是啊。咋个了？看我下。看得到不嘛？看不到。看不到，只看的，看那个就是黑白。他们都不一样，他们等于是现在就是说这些过节了，顺便来看你们那种，家庭条件相对而言比那些贫困点的重要。对，我们就是。也不是说贫困，是困难户哈。稍微困难一点嘛。啥子意思？啊，反正就是说，现在你眼睛不行，找不到钱。就是以前，哎呀。这个在那像谁那么多钱过，哎，家庭困难的都要把税放走。这个是税，是税。私人的赞助，私人的赞助你的，他现在些就是相当于那种，相当于他们现在就是说，比如说他们现在就是，主要相对而言，他发展的比较可以，来看，啊，来看，存到那种条件稍微对，这个是他们私人的，
谢谢了。那个还不。你看那个眼睛主要啥子？现在青光跟那个、跟那个白内障都有。啊。啊，而且还是视网膜粘连。平常时候他那个他那个葡萄结膜炎，他主要他就是平常时候他要稍许热点儿啊，或者淋点儿啊，感冒啊这些啥子，他就发炎，他就直接充血。我看他现在眼睛里也是红的，然后还有还是有眼露水啊。哎，也见一样，我说眼露水要多。谢谢你们了。大概你买点油嘛，买点米嘛，小一个小的是吧？我们也不晓得买啥。花点钱是啷个用的？啊，好，谢谢。没有，真的谢谢。真的没有，只是平时你们确实挣不得那个。那个时间挣不得，没得那个收入的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这确实也没得收入的了。对吧？对吧？确实是，确实是。哎，这个自己买点啥子东西嘛？自己买点东西就吃了，晓得不？要得。像我们你是自己照顾自己，我们就差不多还走，我们还有一辆。哦，他这个他还没回来了嘛？没得事的，没得事的。我们过来了就行了，晓得不？走一下就对了。哦。我们就还有两辆。多走啊！没得事的，不用客气，你不用客气。我们那边还有两三家人，我们就走一下。没有，不客气啊！哎呀，不客气。这都是没得事的。啊。那我们就走。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没得事的。